孙日完、张艺兴在上台领奖时，向工作人员及一直陪伴他的粉丝表示了满满的感谢。在向观众鞠躬并亲吻奖杯后，他当场下跪亲吻舞台。主持人表示感受到了他无比的诚意。讲一讲此时此刻要跟粉丝分享的心里话。首先谢谢腾讯星光大赏给我这个音乐上的奖项，然后谢谢中国经济出版社给我的这次发行的这次专辑，然后谢谢张艺兴工作室的每一位工作人员，然后谢谢我的 XBAC 星迷们，完了以后很开心，然后还有远方的队员们，我也很想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爱我的所有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艺兴，也谢谢胡总为我们颁发荣誉，谢谢。好，哇，谢谢，我们感受到了艺兴无比的诚意，谢谢你。再次恭喜艺兴，请入座。